哎，我真的很无奈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要给我规划这种航线呢？啊，我会杀很多人的。我说真的，你们等一会儿看吧。你看这清晰的画面，哦呦，落地 M 四，对我太好了。哎呦，落地六倍镜，二倍是吧？那好吧，也不错，对吧？啊，落地西江红，太棒了！有人？哈哈，不管了，要。哦。不是这。我在干什么？嗯，不对呀，以前是白色的呀。哇，现在有打底裤了，不会吧？不是，现在有安全裤了，打底裤也就算了。变态啊，太变态了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靠，我还那么小心翼翼的骗别人，说我选女性角色是因为她模型小，不容易打中。哎，太过分了，我不玩这游戏了，我不玩这游戏了。哇，还有这种操作，这个模型你们都要改，至于吗？神经病吧。哇，三级投喂他，我决定冒这个死去捡一下。啊，你这太贴心了，兄弟。I love you。怎么这些人现在落地也那么快了吗？他应该要上来。咦？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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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686。我只能从天而降，打死他。他差一点就搞死我了，真是可怕，这都没死。算了，这个时候就应该突，他都已经那么惨了，对吧？还打爆。嗯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要在死之前杀掉你。算了，可能杀不掉了。哎，要我说啊，手游呢，它受这个帧数操作的限制啊，不能体现我真正的技术。哎，什么游戏能体现我技术呢？当然是《绝地求生》的端游啊，当然是这个了。我的 Steam 呢，在这儿啊，感受来自王的灵，不是，我不是王啊，那个感受来自问，嗯，算是不管来自什么力量吧，反正咱们先登进去啊。哎，好像打错了。OK， 啊，我觉得我很快就要杀人了，而且会杀很多很多的人。哎，我差点就信了。走你！大家好，我是小白白，我现在慌的一批，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我要杀很多人，大家看这个航线啊，精心为我这种杀人狂魔设定，对不对？我落这里肯定能杀起码十个人，哎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军事基地，对不对？啊，在 C 战场里是这么翻译的，这里是 boot camp，boot 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是一个什么营地，对吧？啊，不管它，反正呢。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小白凶残的一面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应该走吧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他这个飞机是有惯性的，所以是直接往前飞就可以了。哎，
当然了，我很久没玩了，所以判断有点失误啊。然后昨天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心理阴影，哎，就是他妈的，昨天有这个人开透视啊，又穿墙，在很远的地方吧。哦哟，你们这么快的吗？你们是变态吗？还好啊，他们好像没有人选择去厂房啊，都是在这个楼顶上，而我打的又是单人模式。哎，你们咬吧啊，你们互撕，演过去。我刚落地这下总是有点卡，抢！我靠，搞毛啊！哇，这怎么玩？哎，哦，有 M16啊，我的最爱，快呀！哦，上子弹，好了，他们完了。我要去屠杀，走。哇，打得好凶啊。哼，我有点怂，怎么办？那是个人吧？啊，是吧，这是失误。哇哦，那边可真凶！哇啊啊啊！哎，那么好的啊，刚刚呢，小白成功的给大家演示了这个吃鸡的错误玩法啊。那么当然，吃鸡的正确玩法是什么呢？哎。大家想一下，今年是什么年啊？是小白的本命年，是狗年，对不对？要狗到最后的那种。我看一下啊，当然呢，咱们狗啊要选一个好地方狗，对不对？军事基地，走。啊，这一次的话呢，我一上来捡完全装备狗啊，我觉得全图的人都会怕我的。好吧，那么大家稍等，应该差不多了，走。哎，小白对于这个惯性的掌握啊非常准。一开始有人说小白斜飞，哎，其实没有，斜飞是什么呀？我不会，啊，反正呢，跟刺激战场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我知道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要往下飞了吧？好，可以往下了，垂直。嗯，好像有点晚，算了，咱们可以去旁边那个仓库，对吧？呀，你们是变态吗？你们是不是充钱？你跟我说，星月是不是？我靠！没关系啊，小白狗啊，小白狗，这个人好像也要去厂房。哼，你完了！打开，快！人怎么可以站在这个视角呢？我们应该去玩第一人称啊，第一人称。好，走，这一次呢，我觉得自己一定能杀非常多的人啊。我们依旧呢跳军事基地。妈的智障！你们俩穿模了？你们都穿模了？那我是不是也穿模了？我没有。哎，我好像也穿了。好吧，那就不说你们了。哎，好怂啊，怎么办？这个模式我好像玩不了，各位。有点难哎，我在自己战场里打这个模式就特别菜。怎么说呢？侦察能力变弱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我又是这种技术高超的人，那么我的对手应该技术跟我是差不多的啊。我的段位非常高，我不是段位啊，那个对不对？排名非常高啊，排名非常高，就是2000多名的那种啊，你们都比不上我。是2000多名还是什么？不是那个东西，那个 rank 。反正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啊，你们是比不上我的。那个东西是越大越好吧，应该是。哇靠，哎，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不好啊，所以是在我录视频的时候闯进来，太过分了。我等一下教训他。咱们等一下还是跳军事基地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还不能跳，这个地方
哎，差不多就可以跳了。因为飞机有你惯性，我们直接可以把头啊往下摔一个狗吃，不是那个快速的降下去啊，这个样子。好，咱们依旧选这个厂房。哎，我对厂房情有独钟，因为在那里发生过美妙的故事啊，大概啊你们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么我先剪掉这一段，因为比较漫长。嗯，怎么说呢，好像慢了一点啊，应该可以了。哇，那我这样岂不是到不了厂房？我能不能斜飞过去啊？不能。好吧，我再往前飞一点啊，一点点。哎，好了。哎，过了。妈智商，算了。哎，我能成功的进厂房，哎，就好多了。然后这一次是敌人这么多，你杀了我吧。那个厂房有人了。哦，这个厂房，这个傻逼落在屋顶，你完了，你死定了，哈哈哈哈。枪686。哈亚库95。哇靠，啊，哈哈哈哈，你看没有看没有，我说什么来着啊，我牛逼吧。哦，这是竟然打死了，这是神奇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还以为打不死他呢。托塞板什么鬼，不要托塞板。扩容信流二不要。这是快扩吧，扩容。哎，装上去，装子弹呢？好啊，先不急。这是要气死我的节奏。他们这边打的有点激烈。挂，一定是挂。算了，应该不是他。这是跑过来杀我的。我还没听见啊！哎，啊，舒服，啊，太舒服了，啊，还是这舒服啊！这你连，我是小白，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又回来看这个刺激战场。